有感想，真的不支持啊！儒家讲支持近乎勇，勇是精进不懈。为什么不能精进？不支持。啊，我们那天谈话，谈了也有一个具体的结论。希望我们来推行支持运动，啊，我们搞一个支持学社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念头啊。人能够支持，那就是世出世间圣贤的根基。菩萨支持，所以他能成佛；声闻缘觉支持，所以他能够精进。啊，什么叫持呢？不如人是持如啊！要以谁做标准呢？以佛菩萨做标准。我们样样比不上佛菩萨，就是我们的大耻辱啊！去向佛菩萨学习，佛菩萨身心清净啊，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放得干干净净，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为什么还要贪着啊？还要拼命在赢球？错了佛法讲用心，都劝人呢发菩提心的。菩提心里面讲执心，讲至诚心，那是孝啊，真诚到基础啊，啊，这是真心的，是本性的，是菩提心之体呀，啊。心心起作用，有对自己，有对别人。对自己的身心，身心是自利心的，对别人是大悲心，大慈悲心，这是利他了。所以身心跟大悲心都是中的意思，你的心起这个作用啊，正确、纯正、无邪。